有事找我。这是总决赛了。大家好，是这样的，跟大家解释一下，那个大木呢，现在在医院陪着他的爱人生宝宝，对，所以就没办法参加这次录制了，对，但是在我来这个录制现场之前呢，他给我写了封信，对，然后我们现场看一下，好吧。晃晃，见字如面。哦，还挺有礼貌的。此致敬礼。就这么快结束了呀？因为我个人原因，没办法来到现场了。哦，生宝宝嘛，大家都会理解的。所以想和评委、选手以及现场观众道个歉。哦，这个是应该的啊。同时，也想向手机、电视机和 ATM 自动取款机前的朋友道个歉。提款机的观众不会看到我们演出啊？没必要了吧？此时此刻我正在楼上楼下跑来跑去的办理各种手续。今天来医院的人特别多。哦，医院的环境确实很嘈杂。为了不影响别人，我特意跑到太平间来写这份信。这个地方不适合写信啊，你找个别的地方好不好啊？这几天在医院，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老婆生产的辛苦。哦，确实生孩子确实很不容易，所以我刚刚给他拍了个灯。医院里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东西啊？还给他投了一票。不需要吧？我觉得我老婆值得一个冠军，冠军，没必要学大老师说话呀。反正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照顾我老婆的。好，这个我应该向你学习。所以你也要对兰兰、丽丽、珍珍、莎莎还有 Jessica 他们好一点。没有那么多女人，我还是单身好吗？晃晃呀，我们在一起合作也有反正挺久了。两年啊，你都记不起来了吗？这些日子我们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哦，确实。我呢，结婚，生子，还买了房。你呢也在上班下班上班下班上班下班，全是你的变化吧。我除了上下班啥也没干呀。哦，对了，我的新房子你可以搬过去住了。哦，终于有好事想起我来了。不过等我装修完你就赶紧搬出来。想让我去工地帮你监工吧？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，在你右边的口袋里。哦，你生孩子还帮我准备礼物啊？看看里面是什么吧。哦，哎，什么都没有啊。所以你赶紧装钱呀。你就是想跟我要个红包吧？话说我的宝宝就要出生了。哦，对，新生命的诞生确实很令人期待呢。所以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。啊，我明白，让我做孩子的干爹是吧？没问题。希望你可以做我孩子的干哥哥。差辈儿了呀，我跟你孩子是同一辈辈儿的吗？以后我的父爱分你一半。拿我当儿子了吗？过去的这段时间里，观众对我们褒贬不一。哦，这个确实是。一部分觉得我们好笑，一部分觉得你不好笑。责任都是我一个人身上的吗？我想对喜欢我们的朋友说，谢谢你们。哦，谢谢大家。对不喜欢我们的朋友说，去找晃晃，他家的地址是厦门市第五区罗马路432号杠6。不要把我家地址都说出来吧。想不到我们一路铁铁撞撞，跌跌撞撞，磕磕碰碰，磕磕绊绊呢，娘娘腔腔，踉踉跄跄，就走到了总决赛。
哇，可以，就你这个文化程度，我们应该早就被淘汰了吧？观众朋友们，欢迎给我们来信。现在很少有人写信了呀。我们将从来信的朋友里抽出三位。哦，怎么搞得跟抽奖似的？分别送出如来佛跳墙、弥勒佛跳墙，还有仿佛跳墙。怎么又玩仿佛跳墙的梗啊？没错，就是仿佛要跳又仿佛不跳的那种。你不要讲第一期的段子了好吗？信就写到这里吧。啊，怎么就突然结束了？因为太平间里也太冷了。你还在太平间啊？你快出来吧好吗？晃晃呀，哦，这里应该就是旅途的终点了吧。就让我们用第一次站上这个舞台的那句话来收尾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木。大家好，我是晃晃。我们是肉食动物。这就是咱们本节赛选手的水平，看见了没有？很喜欢。哎呦喂，娜姐都要哭了。你喜欢喜欢。感谢这段来自太平间的表演。喜欢的观众不要忘记为他们投票。三、二、一，请锁票。我们票数都是最后公布，保留一点悬念。你最后那段又把我们大姐眼泪骗下来了。对，眼泪。我觉得他整个我很喜欢，他是有很温暖、很感动，又很好笑，就夹杂在一起。然后我刚才拍的这个，我是第一个是当然是为他的老婆拍灯。还有一个也是为他拍灯，因为我知道就是生宝宝这件事情，就是另外一半要在身边是非常重要的。对对对对，这个是。所以大木了不起哈。对，大木了不起，了不起。这么了不起的人，我们现场来连线一下吧，不如。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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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。生出来了吗？已经生出来了。对，在这里。哇。在哪儿啊？就不让他入境了吧，但是他在我旁边。啊、哎呀，哇、哦，他已经出来了！哇，好可爱的小被窝哇！哎，那我们就一块说祝你幸福好不好？来啊，3、2、1，祝你幸福！祝你幸福！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哎呀，我因为我也刚刚生完宝宝，所以看这个特别有感触。当然这个生宝宝是比这个比赛重要10000倍了哈。但你刚刚看他现场表演了吗？对，我看了，然后比我预想中的好。哦，你什么意思？预想中是有多差呀？不，你什么意思？谢谢大漠，再次恭喜恭喜，拜拜。Yeah。我们节目啊，喜事连连呀！这个真的是大喜事，大喜事！恭喜恭喜！